这只小比熊呢，是我帮黑龙江齐齐哈尔小姐姐准备的哈，她在当地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这种品质的，她的要求是蛮高的哈，需要一只眼睛大的，然后鼻头小的，体型也小的哈。我看这只品质挺不错的，看一下，嘴巴特别短哈，不到一指宽，然后眼睛也特别大，小腿也短哈，特别它的体型超小，看一下，巴掌大哈。咱们现在给它开视频看一下，看看能不能看得上。好嘞。Hello， 亲爱的，你好，我给你看一下狗狗啊。实物超好看，小鼻头大眼睛，看到没有，耳朵立得很好，看一下，对，然后嘴巴我给你看一下，嘴巴哈超短，刚刚一指宽，哦，宽是挺好看，对，实物真的超可爱，我跟你说，然后再巴掌，看一下体型只有巴掌大，我再给你看它的毛量啊，看到没，又多又密的，看一下，雪白雪白的这一只，它性格是非常好，你看一下多可爱，你看这小尾巴摇的像个小马达一样，行行，那亲爱的我让你看看它的状态吧，好吧，行，看吧状态，等一下你再截个图回家好对比啊，宝贝，看一下，看看走一步跟一步哈，状态超好，你看小腿多短，哎呀哎呀，你看去哪里了，看到没，行行，你截个图啊，现在都知道咱们家的流程了，直接截爪子，来来来，咱们家只卖现货的哈，一狗一盘，每个脚垫都不一样的，你这样截图回家好对比的啊。截了。行行，来再截下截个帘儿来。嗯，好嘞。哎呀，太可爱。你照顾好啊。行，放心，你交给我了，绝对给你照顾好的啊。好嘞，谢谢。好，不客气，拜拜。她真的太活泼了哈，小姐姐一眼就看上她了。好了，宝贝，去黑龙江新家幸福去吧，还在吐舌呢，拜拜。拜拜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后面还有同款啊。好嘞。